说一波，就是在里面最害羞的、啊。是啊，他很害羞，他装的。对啊，你今天穿三角选手哎、欸，你要有那种气魄，在电视机红一个永远。好了、啊，那最后有没有什么东西要为这个专辑做补充的？我觉得这张专辑是结合了十个喜欢唱歌的大学生的一个声音，那希望喜欢唱歌的人也要支持我们，就也像喜欢唱歌一样。而且虽然我们专辑里面没有说全部都是情歌，但是我们就跟翻唱的地方是男生唱女生歌，女生唱男生歌，会有不一样的诠释方式，所以大家听了其实那个八首那个佛学歌也是，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新歌，因为就是一种新的诠释，对啊，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很用心做这张专辑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